等我一下啊。我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我是刚刚列车的那一班，今天是2月29号，瑞芳皇家路10:18，我们是有列车通过。来来，我的280次，那个什么到了发车，进入三线，跟华联的不，哎，一号三线行，新城机站列车准备通过。少量变质的皮蛋豆藤样新能源自然列车在瑞芳两准备通过。哎，交易是1354哦。好呀，八点，交易是1354，我们发车进入沿线。九二九九呢？是1354，芙蓉发车进入沿线，刚好往树林的 Andy 手下上面的900星9299呢。在瑞芳红加路公路，我的280次的皮蛋豆藤啊，红色带性能机啊，在瑞芳红加路公路，刚才这家麻烦，然后我看一下哈，你们稍等一下，很感动，对，还有这么好的画面交汇。